新年祈福是不少市民春节的必备节目。在金台寺，市民通过预约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进入景区，现场秩序井然。提醒是什么？身体健康。我过年嘛，心想事成啊，找份好工作，家里人身体健康。为保障市民安全畅顺出行，斗门交警春节假期每天派出近100人的警力，在各大景点和车流量较大的路口执勤。从那个高速出口，一直到外面的我们的黄杨大道，到我们松城大道，以及我们进来这个山门啊，我们的牌坊这里呢，我们都是安排了足够的交通警察来进行疏导的。随着假期后半段的天气逐渐好转，市民纷纷走出家门，在周边的景点游玩。交警部门提醒，部分景点需要提前预约，需做好防护措施，错峰出行，避开车流人流。昨天全天的人数都要多啊，所以说人还是比较多，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一个错峰出行。斗门旧街也是不少市民春节假期外出游玩选择的地方，在经过测温查验双码后进入斗门旧街，游客们尽情感受民国时期特色骑楼的魅力，品当地的特色美食，到游客服务中心打卡，在欢乐时光中度过美好的一天。放假天气很好，然后跟父母一起过来这边玩一下。如果有老人他需要帮助或有轮椅的借助，还有游客他要咨询周边的环境，那些有游览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提供介绍给他。二楼我们是书吧，也可以让他们休息还有喝一下热饮。除了人文景点外，斗门的乡村美景也吸引不少人过来观光游玩。上周村今年种植了200亩格桑花、油菜花和向日葵，目前正值盛花期，随风摇曳的花儿绚丽烂漫，吸引不少人拍照打卡。感受非常之好，我好喜欢这里的格桑花、油菜花还有向日葵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，我每一年就来这里玩一下的，带上我的亲戚朋友啊，在这里参观一下啦。有风车啊，还有前面有那个大转盘那个风车也非常好，就我们拍照多了很多景点。斗门镇上周村党总支书记于松友告诉记者，经过多年的打造经营，春节花海已成为上周村乡村游的一张名片，拓宽了村民的农副产品销售渠道，增加收入，也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。主要是这次打造我们上周村的这个乡村旅游这个田园风光，就是让我们的村民呢是能够就把这个农产品卖出去，让他们的增收，还有带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旅游。